最近大家是憋坏了吧？怎么突然放这么多？有人在怀柔酒店看到他们入住，还一起散步了。有人在春晚那晚看到肖哥来接小宝的，而且是清晰图。想看？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吧？还不止一人，春晚执勤的武警队的小姐姐也看过，甚至还有春晚某导演晒的双肩又秒删。根据当时这个假料，画面感是有的。必须要吃的那是完播。我比较喜欢吃可乐鸡翅。参考这个挨揍的画面吧。我的天哪，太惨了！甚至还有人看到赞赞发自拍给弟弟，就是那个我们的歌肖战跟那儿现场自拍了一个，然后秀完以后问工作人员说：“这图我能发吗？”就是大概的意思。工作人员说：“你别在微博上发吧，你就是私下发可以。”然后当时说那东方卫视的副台长也在说你给谁发，然后三儿说我给弟弟发，然后副台长说哦一博呀，那你发吧。一博啊，直接把名字说出来了，我真的震惊了，发给弟弟。